我相信大家吃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既然这么开心的话呢，应该是时候做更开心的事情了，因为吃一半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要补一半，所以呢，我的工作呢，今天晚上做得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要给你唱歌。所以今天如果呢，你是特别被邀请来吃饭听歌的朋友的话呢，这个时候是最贵的时候，好吗？吃饭嘛，吃饱了要做最贵的事情，因为今天晚上呢，所有的精彩在这边要开始。所以今天我的责任呢，就是好好的给你唱歌。所以我先做一个很简单的调查，请问有把耳朵带来的请举手。好，请问你的嘴巴在哪里？指一指你的嘴巴。好，现在告诉自己的嘴巴停止吃东西，停止讲话，开始听歌，好吗？所以跟旁边的人说，现在不要讲话，要听歌。一二三，说，赶快说，不要讲话，要听歌，好不好？好，跟着你的事情很重要。我的责任唱歌，你的责任拍手。来，给我听听你的掌声是怎样的。好，不错不错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为所有的亲朋戚友来宾们呢，预备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老歌，也有一些很好听的诗歌。如果今天你是被朋友邀请来特别吃饭的，那我们今天教会就要尽心尽意的、很认真的、很诚恳的，把所有最好的送给你。所以今天教会所主办的绝对绝对不会偷工又减料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，要请跟我一起来唱。那如果你把手带来的话呢，我先请大家跟我一块来做这个动作，你的手左边跟我做两下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左边两下，右边两下，左上角两下，右上角两下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这首歌呢有三个版本，有华语版的叫主耶稣我要相信你，有广东版的叫真爱耶稣，跟着有福建版的叫耶稣喜爱。三首是一首歌，一首也是三首歌，所以呢请你跟我一块来唱。我先开个头，跟着你跟我一块来唱，用你的嘴巴唱一唱，消化一下刚才吃的，预备你的心来听一听要预备听的，跟着又有吃的要上来，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，好吗？预备好了没有？预备好了没有啊？你的掌声表示一下好吗？主耶稣我要相信你，一起来听，拍掌。主耶稣我要相信你，主耶稣我要跟随你，只要相信我不再害怕，平安喜乐在我心里。主耶稣我要相信你，主耶稣我要跟随你，大爱无人救主耶稣，牵引我到安歇水边，
要居然三千百，才将耶稣暖恨披在，怎奈世人痴行爱子，哈利路亚，真爱耶稣。要你，即阵来唱福建版的《耶稣是爱》，多谢来听哦。